好，再来哈，就是下方的等角图哈，啊，等角图一样，稍微把简图画出来，所以这个都是用椭圆版画就好了哈。图大概是像这样子嘛，啊，可是我们椭圆版基本上，啊，老师在画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，啊，这里知道圆心之后，啊，画它的中心轴就好了，啊，这个用中心轴心去画就可以了哈。所以这里，啊，这里一个圆嘛，哈，这里到这里20，啊，这个到这里10，啊，这里2010，啊，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圆，所以这里要5，啊，啊，这里上去。是15嘛？啊，这里是啊，我们只要知道圆心，好，这里啊，这里是40嘛？啊，这里是15，这里是10，啊，这里高是10嘛？啊，所以我们大概只要这样子。知道这一些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等角图画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拿着我们的，啊，这边1.5哈，对，啊，0.5。这里10，啊，这里到这里20，啊，好了之后，啊，这边画过来。啊，要取40，好，老师先把啊这个圆画出来，好了，好吧，赶快把这些用一用。好，宝宝，赶快把这些东西用一用。声音那时候会上来。12点吧。去哦，你一天都用几个？我把想要今天把它全部用完，明天就可以陪你了。
好吧。明天和后天。好吧。好。所以你今天不能陪迪卡。嗯。好了之后，来，我这个就画出来。哦，对，好，哦，朝这边嘛，好，这对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啊，啊，再来10公分往这边移，说实在，因为这个打凸，我根本看不清楚。到一半，啊，好，这个还有一个30的，我们对着这个哦，嗯，这里有一个大的圆。第二，换往后，5mm，好，往后5mm，好，再来到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应该会被遮住，好，所以你看看。啊，所以我这里不用把每一个，因为它这个圆，这是圆柱嘛，啊，对，啊，再30。这样最好哦。嗯，好，再来换这个。好，再来后面这个。明天睡晚一点哦。啊。明天睡到大概7点到8点 ，OK 吗？好。我们都睡晚一点 ，OK？ 好 ，OK，Yes、okay.。好了，好了之后，好了，哇，这个可以接起来吗？9点再起来 ，OK。你要把整9点哦 ，OK 吗？好了。不要太早起来就对了。9点哦。嗯。我明天9点再起来。嗯。所以这里，啊、哦，15嘛，哈、哦。所以正常来讲，这样子切下去，这里会15。所以这里画这里的切线嘛，不对，应该是这个的切线。哦，这里我没有画出来。啊、哦，所以这里应该是这边这个圆，啊、哦，或是这里往里面5mm，所以是这一条线，就这一条线。啊，所以这是高出来的5mm，啊，啊，这里接起来，啊，
这里不应该有线。这不应该有线，这也不应该有线，只有这里有线哈、哦。所以这里一样，这里应该接这里。啊，好，这边高一公分，啊，量一下，这边过来也一公分。好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，所以这里对上来，应该在这里，啊，再把它对过来。把它接起来，所以你可以看，啊，所以这里正常来讲，老师会再重描一次，啊，可是基本上我先画成这样子就好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是解题哈。